好，同学们好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教大家画，名家的作品看一下啊，这个是，铃木这个梅花道人的一个毕业的一幅不错，啊，那么我们要把它铃木的时候，你们再看一下啊，他这个作者呢在画布上面呢，哎，他花开呢比较短啊，你看就这样。但是呢，我曾经讲过，花开呢比应该长一点，长一点呢，它就是说明叫起码大一点啊。那么我们在临摹的时候呢，可以把纸就放大一点，那么劲呢长一点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这个古人有许多东西呢，也不一定准确啊，所以我们呢要弃它的精华啊，它的招牌呢，我们不要去学它啊，太短。啊，这个气脉太小，所以我们要放长一点，我们来看啊，我们去发开的时候呢，你要长一点啊，我可以站起来画啊，从下面呢这样一边，长一点，这样到上面啊，那么。加上接，这里一个就是这支笔啊，马上加小字，旁边的小字啊，好，再一下嘛。好，那么这里呢，还有几个小改啊。